我哋揀嚟 Moscone 係因為呢度啲老師好好啦，又有雙語班啦。咁自從我啲仔女嚟到呢度讀咧，就個成長過程又好開心，學到好多嘢。我覺得呢間學校個學校管理咧比較統一啊規範咯，而且啲老師啊係有豐富嘅教學經驗嘅。咁另外咧佢哋除咗學習嗰一 part 咧，都比較重視啊啲學生個社交情感嘅發展啊。咁同時咧，佢哋都即係培養啲學生啊有自律啊、自學嘅能力啊，同埋有創新嘅能力嘅。下咧，嗰陣時揀 Moscone 其中一個原因啊，係因為佢哋有好多老師咧，喺 Moscone 教咗好耐，好有豐富嘅教育經驗。佢哋會同其他老師咧，交流啦，不斷咁學習，譬如學習下最新嘅教育方式。佢哋努力咁營造一間咧適合中文雙語學習嘅小學俾小朋友。另一個原因咧，係家長同埋老師嘅關係好融洽。大家目標都係好一致嘅，大家咧都希望培育啦，同埋引導小朋友去建立一個健全嘅教育基礎。啲老师喺呢间学校又关心，佢又有教中文，功课又多，学校又近地铁站，所以好方便接送。我推荐。Moscone 的原因是，我们小孩的老师都非常的棒，他们对我们小孩，无论是在品格上，无论是在学术上，都有平衡跟很良好的塑造。那你呢？我个人就特别认为，就是老师、家长、学生，甚至是学校的工作人员都有良好的沟通，整体上整个学校的环境都是很和谐的，所以我们我们呢都都很很喜喜欢欢Moscone。